那个前面的眼镜还是很亮哦。还行啊。这样很黑耶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五点。那就太阳已经下山了呢。撞到叶子。哎，你的飞机我拿回家，我都会拿吹吹帮他吹，不然会。很赞啊，有用吧？然后那个前天那一种吹吹，它可能摸起来那么冷，一罐300的不会啊。会啊，你喷一下下，你就要放开吧。你一直喷，它就会越来越冰，冰到超级冰这样。哎，话说回来，那个妹这样乱停，是在保护你，还是在陷害你？你说我会被夹扁了？对啊。那我就站到人行道好了。往前跨一步啊。这颗是新的，飞得更久了。歪掉，有车祸啊！又车祸？对呀、啊，不是。
Pointed ear.